思いはいつだってそうゆらゆらり、君のことをずっと思い続けてるから、この先もこうしてた。然后东西稍微有一点多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个是我买的这个 Nubian Palette， 这盘已经很多人都丢过了，然后我也是刚买。我买的是 The Nubian One， 就是那个偏棕色系，颜色偏。哎，我要怎么说，就是偏 new 的那种颜色，但是又比较好上手的颜色。超美，我觉得超美。这个颜色超级适合我们的皮肤，我没有去买 new beam tube。 对，然后我是因为看中了这个颜色。改天我用这盘画一个眼妆就会掉出来。然后它这盘是 Nubian One， 然后 Nubian Two 是比较偏颜色比较跳跃，比较跳跃一点的颜色。然后我们想先玩到这一盘，就是玩完了再说这个成绩。然后它这边是我买了一些 NYX 的产品，有他们家之前很红的那个 Butter Gloss， 然后我是为了买他们家新出的这个Total Control Drop Foundation， 我为了买这个，然后连带了买了好多唇部产品。因为看过我之前视频的人应该都知道我特别想买唇部的，然后到时候我会做一个这一款的测评，然后我再给大家跟你说一下我买的颜色。我买的颜色是Vanilla， 对 Vanilla 的颜色。我皮肤偏白，然后所以我的色号都是大概黄一白吧，有时候可能是黄二白。然后我买如此多的唇部产品，红的这款是他们家的新款新品种，然后我买的一直很想入他们家这个 Butter Gloss， 我终于买了。我最期待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好好看哦，但是我上手的感觉有点黏，不知道上嘴会不会也是很黏。然后再给你们试一个这个颜色，我更喜欢这个方面的，比较润，比较滋润。这个涂在我手上的感觉，就是下手那一下我就感觉非常的黏腻，但这个就比较 creamy， 我觉得这个应该涂起来非常的
保湿。接下来我买了 Wet n Wild 的产品，主要是为了买他们家新款这个 Focus Foundation， 就无数好评的这个 Focus Foundation， 主要是为了买它。之前我在他们官网等很久，然后有这个颜色叫 Shell Ivory， 然后我没有买，后来等我想去买的时候，因为我想说随便买一个差不多 Ivory 这个系列的颜色，等我想去买的时候它又没货了，然后后来我又回去找，它又有了，然后我就赶紧把它买回来。然后我想说如果颜色只要不是偏 pink 我都可以接受，因为颜色浅了我可以加点深的粉底嘛。那这款我看到有很多博主的 review， 然后因为我是皮肤跟他们状况不一样，所以我自己也会做一个 review 给你们看。我是混干皮加痘痘皮嘛，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看这个 review， 到时候这两个我都会做一个 review。 我买了一个他们家这个 cushion highlight， 我觉得特别可爱，它的这个包装特别像，然后我就很好奇这个 cushion 的那个颜色打出来是什么感觉。我看过 Catherine Lights 他买过这个产品，说这款产品看上去非常的粉，但实际上它颜色会非常的好看。然后里面有一个 sponge，然后就这样盖上，就粘到了一点，他们就用盖子上，然后你就取一点，我今天就用手取，我不用 sponge 取了，我就用手取一点这个，应该可以看清，双手真的还挺自然的，哇，好美，口红的缝，可以看到吗？目前为止我对这个产品还是挺满意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买了三个刷子，两把 crease brush， 一把 small stipple brush， 然后这两把刷子我买两把是因为它很便宜，才9.99，就是1块钱，然后就买两把。这把刷子我是想做晕染眼窝的颜色，所以就买了它，买两把这样可以替换。这把我是想用来做高光刷来着，因为它是 small stipple brush， 然后这个颜色是我之前买的，不是在这边买的，颜色是334 I'm getting sunburn， 然后我特别喜欢里面的这个粉色。然后这个是我在官网这次买的，颜色是738，叫 comfort zone。我觉得这盘真的很适合日常，然后出去玩带一盘这个也够了。接下来就这个指甲油啦，就是我手上这个颜色，真的还挺显白的。然后是买了他们三支的这个唇釉，新款的唇釉，我真的觉得超美。尤其是这个 Give Me Mocha 这个颜色，我觉得真超美。还有这个颜色 Wet One 是应该是所有 Drugstore 品牌我最喜欢的，因为他们家的价格跟它的质量真的不成正比，就是质量真的太好了，就是能拿这个价格买到这么好的品牌，因为能用这样的价格买到这么好的产品真的还蛮少见的，真的是良心的。就颜色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rose 的边裸色，算了不管了，也是个很显白的颜色，颜色叫 Give Me Mocha， 然后是个红色，这个红色我真的超喜欢。
超美，超正的红色，色号是 Missy and Fierce 930。然后接下来是两只我之前在 drugstore 买的，这两个颜色一直都没有开，试一下。因为今天讲 Wet n Wild 嘛，我就把之前买的 Wet n Wild 成品拿出来跟你们说一下。但是他们家这个唇膏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挤到这边已经不能挤到，就是已经不能再挤，就转到这边就不能再转回去了，就是最转到头就是这样子。这个颜色，偏橘的一个红。然后这个唇膏盖的时候可千万得当心了，因为它只能转到这儿，真是这个有点坑。颜色是 coral， 然后这个红色我就不给它试了，好像是一个偏玫红色的，这个红色是一个偏玫红色的，就不给你试了。色号反正叫 cherry picking。然后最后一个产品是 instant flawless complexion palette， 色号是 ivory into you。然后这个是 highlighting and concealing pen， 然后我买的是一个比较最浅的颜色嘛，我想来拿它来做眼下的打亮，因为它是这种笔状，可以这样挤一挤就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很方便。继续转。哦，出来了。哇，好像有点。这个是颜色，这是颜色。这个产品我会试用一段时间，看好不好。但是你看啊，它就这么一件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快就用。但是它很便宜，这样还好。然后最后是我今天在 Sephora 买了两样东西。最近天气很干，然后我很缺每天喷的那种喷雾，我就在 Sephora 买了一个这个 买了这个牌子叫 Armor Pacific 太平洋的爱茉莉太平洋的这个产品。我靠柜试了一下，然后倒是化妆喷的，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脸非常的湿润，就是没有感觉脸很紧绷。然后柜姐也说这款很好用，然后她很喜欢，然后我用下来感觉也不错。然后它喷出来那个液体非常的细腻，它的扩散的那个范围也非常的均匀，对，然后就还挺推荐这款。然后其实这个是多少钱来着？对，然后这个是。这个也不便宜，这管才80毫升，只要35美金。然后这边做一个像镜子，然后长这样，这个瓶口的样子，对，我就不给它看。然后就是这个 Color Switch 的这个 Makeup Removing Sponge， 它就是你比如说一把刷子想要多种用途的话，你涂这个颜色想涂另外一种颜色，你就在上面刷一下，刷子立马就干净了。我当时是想在淘宝买的，然后自己剪，然后放在这种铝的铁的这种盒子，但是我想说寄过来也要邮费，那我不如在这儿买了。这个其实挺贵的，我觉得这个18美金折合成人民币都要100多块了，但我想算了买了吧。然后这个就比较平时化妆很方便，但你不能一直依靠它，因为你的刷子还是需要清洗。对 ，OK， 那这就是我今天所有的drugstore 的 makeup 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，记得给我点赞。还没有订阅我，记得订阅我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ことをずっと思い続けてるから。